还没亮，人潮队伍就把宫庙绕了好几圈，通通在等庙门一开领钱母跟冠军帽。彰化埔盐顺泽宫大年初一人龙绵延超过1公里，上千位民众提早卡位。那你们今天全家几点来顺泽宫排钱母呢？3:50。民众不畏寒冷，穿大衣戴帽子，在棚子下排队，队伍从天黑排到天亮。保持一下距离。彰化埔盐顺泽宫的帽子先前因为挪威铁人一灯名声大噪，过年期间准备10000顶冠军帽和4000份虎年钱母要发放，但也有宫庙为了配合防疫取消发钱母的活动。指南宫今年不发钱母，但大年初一还是涌入大批信众求财，预估人潮上看10万人，正殿内管控人流。拉开拜拜的距离，直角也要消毒。另外，庙方透露，受疫情影响，借还金的数量大约减少5%，但今年还金的金额竟然比借金还多3000万。在还金的人可能是他好像感觉有赚钱，所以他还的就比较大方，比较慷慨一点。云林西罗福兴宫配合防疫取消抢头香的活动，但每金红包照常发放。庙方预估会超过20000名香客前来共享盛举。金条嘛是足济啦，咱有第二劝导，叫他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啦。另外，台中镇澜宫虽然二度取消抢头香发小红包，但还是维持惯例诵经关庙门，子时再开庙门迎接信徒入庙。中央的政策就安尼，咱庙就配合中央。今年严清标不受董事长资格争议影响，和郑明坤、严立明一起现身开庙门，向民众拜年，强调妈祖会保佑疫情赶快过去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